喂，全体妇女请注意，全体妇女请注意，班里独生子的一孩妇女，明天到吉森展览去插花，明天到吉森展览去插花，还有一孩有病的不能上花的妇女，到妇女主人家领聘一友，聘一摊。我倒是你不去呀，心里这把钱虽然回来掉了，咱看开个年做，开个年课就行。是，这就是看你思想同意嘛，你思想同意咱去做了，你思想不同意，我倒是歇了个，你有钱咱去咱掉钱。人多力量大，没听说要活人的，这么热的还行，以后亲大母俩。好机会呀！哟，怎么你？咱们那时候把这锅端到个夜间上喝了，喝了喝上咋着再去？你爹，你跑就跑来，你怎么冷着呢？咋咋的？呀，人家我是九六年嘛，我干哈的？看我娃眼上开的那尿哈。扎气那不会，那别人不知道的，俺现在是恶大发的在走的。我娘掉草去了。我这边什么人呢？我的刘大，你俺徐氏的有吗？呀，别跟这什么叔，跟你说实话嘞，这户口说不让，我绝对不去。今年哥，咱大吃就占了。今年就十二的这节，被彻底的撂的不行。就关键是在这挣钱，你去木这挣钱去不计划生意这。咱个人请个人就，个人就计划了个人的，你就不敢的，要玩笑。